ご覧の番組は幸せ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金爸爸、首款打開 LINE 0秒開機台。AVIA、モバイル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乌云打在我的身上。你有听过这首歌吗？没有啊，你要等眼镜。眼镜没关系啊，就这样了。那等下去雨越来越大。哎，来了。欢迎收看这一集的老司黑车，2021年的 Toyota Corolla Cross 1.8 尊爵版，新车855,000元，这有三个等级啊，好，安行雅版765,500，豪华版799，尊爵版855。1798cc 最大马力140 HP， 最大扭力17.5公斤，模拟七速手自排 CVT， 然后油电系统是120匹啦，车重是1330，那油电版比较重是1425，0到100哦，汽油版比较快哦，11秒22，油电版比较慢12秒35。它这个当初配的是 ACC， 是半速域的哈，30公里才有的。这是 Tenka Dash C 平台，我满不在 Tenka C 是啥？那我觉得这台车当初出来，我觉得最让我第一眼看到是它这个很大的水箱护罩，它这个等于是马丁头的放大版那种感觉。那这个也是这一代家族元素嘛 ，RAV4 还可以变这样嘛，传承的一个水箱护罩啦。哦，灯其实它做的很细，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你可以很简单的把车灯做的很漂亮的一个做法，这是很聪明的方式哦。你做的奇形怪状反而怪怪的，它应该是配 LED 的鱼眼的大灯吧。然后它这是没有雾灯的，但它有雾灯盖。好像油电款才有吧，那是雾灯的预留孔，好不好？然后也是大面积的这个防刮的材质，到侧面的轮毂215617的胎，好，17寸的铝圈，然后侧边呢也是一样防刮材质，一直沿路到了后面轮毂的防刮材质哦。而且你看啊，它这个有 Toyota Glass 在大灯里面，哎，车灯车头有没有？我看一下，哎，也有哎，我现在都流行这样。像很多啊 ，BMW 啊、福斯啊等等都会有。好，哦，在这个里面，尾灯里面也有打上它的 Corolla Cross 的一个字样。听说低阶版本这个不会亮，对不对？高阶版本这才会亮，对不对？哦，这个也是很聪明呢，省一个灯泡也好呢。啊，不是省灯泡，它省电线、省线组。哦，这个就是很聪明的坐车方式啊。我觉得这个Toyota真的很厉害啊，对这种这个怎么样降低生产成本，我觉得真的是蛮强。我们没有行李架，为什么顶级没有行李架？是不是因为会漏水拿掉了？就是油电版才有，油电版才有行李架，是不是？对啊，对啊，油电版才有行李架。哦，哎，这样是赚到哎哈！听说这个侧面不是也这样吗？这个听说里面也有，也会生锈吗？对啊，生锈啊，因为干脆啊，那里面因为有纽扣，它有开洞进去，可能防水没做好。但是听说有行李架有开洞的车款，好像原厂最后是说回去处理，然后保护10年嘛。然后后行李箱听说它的容积是同级里面最大的。哦，遥控，哎，它遥控没有后车厢的开启，哦，因为它没有电动尾门。我们去查资料，哦，它对比了 Artis CHR Kicks HRV Vitara Kona C30，它的后行李箱容积是最大的，哦，而且我想前三名都投它了，哦，第四名是这个 Kicks 啊 ，Kicks 428，它487，差了60公升，其实蛮大的。最后后面空间很大，哦，它这边有做挂钩。它挂钩这个助胶边收的不是很好，这不是在瞄啦，就真的看到就讲什么，没有。它这个就是哎，这样，哎，这次质感做的不错哦。然后这个当然就是当初送的脚踏垫，我来看看下面是什么，一样补胎剂、警示器。哦，后面那个行李箱也有做一个小灯，还不错。好，很大的行李箱，所以这个车难怪会卖得好啊。这个稍微要垫一下，那这台情况我动没掉，关起来的时候会有这个大牌敲击板件的声音，里面弄一个那个海绵贴片嘛，贴着就好，关门声就比较有质感，好不好？好，看一下车室里面，这我刚开车的姿势，对不对？好，我们来看里面的空间好了，我也是第一次看，所以我也长一下姿势。哎，有后座出风口呢，拜拜。哎，我很讨厌啊，在皮椅后面看到这个拉链，哎，干嘛？感觉很廉价。对，会觉得很廉价，不是说一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因为以前我们常常在装那种皮椅套，下面那边绑线，你知道吗？比较老一点的玩家、老司机都会遇过，自己在装皮椅套的时候，它下面拉了很多海绵线，那个手够大，你知道？来哦，来个 Linky 先生，你知道？来个 Linky 的够大 Linky 吗？哦，所以就会觉得这个，我每次看到这拉链，我就会有一点点的廉价感。不过我认真讲，我觉得它的皮革虽然塑胶皮，但是做的还算蛮软的。哦，它虽然看起来一面哦，虽然有一点点的廉价感，可是其实做起来，我觉得实际上的触感是好的。而且我有发现一件事哦，你看哦，它其实屁股这一面的材质跟侧面的材质是不同的，这边就比较有塑胶感，但这边有真皮感哦。
我不知道还是它真的中间就真皮，我不晓得。嗯，摸起来不一样。这个比较有温度嘛，但这就比较冷冰冰一点。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应该会替我们回答，好不好？七具辅助气囊啊 ，OK 吧？可以啊。哦，后座就比较，我就是真的很符合一般的家庭使用。我最讨厌介绍Toyota的车，你知道吗？因为它每台车的调性都是一样的，只是从小到大这样而已。它的出发点是相同，就是它没有一比较鲜明的个性。你例如、哦、暴力啊，哦，很鲜明的个性这样。有啊 ，CHR 很鲜明的个性，就是卖给喜欢菱形三角形。又来，你还来？我们也是 CHR， 我们有花钱，快了快了，那一片快要上了，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 CHR， 像 CHR 就是个性鲜明的车子。你从它的 Yaris 到 Vios 到 Artis 到 Camry 到 CC 到 RAV4， 其实他们只是尺寸的不同，但是它给你的一个方向基本的出发点是一样。你的个性如果跟这个车是 match 的，你可能可以从 Vios 一路开到 RAV4， 你会很习惯这台车子。Toyota 是很容易给人家有这种感觉。然后门上面有杯架，那它整个门上面除了这个银色烤漆以外，这个是假的缝线哦，也没有什么任何的皮革点缀。这个东西这里是塑胶皮，这有个置物盒，这里就一个。好，然后椅背是不能调整斜度的。哎，啊，车顶呢？哎，车顶还 OK 呢。我已经戴帽子了，至少有两颗多的拳头，还 OK。头台其他熊拍盖起哦，我觉得在我的眼中真的就只是尺寸的差别而已。好，再来前面的门板哈，这个我刚刚讲了有盲点，那前面的门板多了一个门手把的银色烤漆。不过我觉得一个不错的是，你看它这边其实已经有帮你做了叶子板的风切的隔音，所以我在高速开的时候，我觉得它隔音抑制的还算不错。但唯一就是这个底盘轮毂的声音真的不太行。然后来看一下它的界面，八寸的荧幕，22年是升级到九寸，是不是？啊，这掐脖带机。好，那这个我们这边有一些车友反馈跟大家分享，最多人反映的就是这个东西。有些说这个会很钝啊，或者是有时候卫星会定不到位啊等等，然后有些又常宕机啊等等。哦，有些人说哦，开一年椅垫就有皱褶掉漆的情形。好，再一个，我觉得它的方向盘哦，哎，有1、2、3、4个方向。那这个是属于比较细的，但是还不错，在这个中间的地方有给你握把，只是握把虽然不是特别的明显，不过就算简单就手。然后它的出风口这边也都有银色的点缀，加中间都是钢琴的烤漆，自动大灯高低可调，跟车系统这边是音响的控制。中间一样是没有皮革哦，一样是车假的缝线。前面有一组 USB， 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小的置物盒，真的是蛮小的。置物盒里面还有一个也是 USB 跟一个点烟器，单区恒温，没了。哎，蛮简洁的啊。哦，有一个啦，它是这个脚刹。脚刹车。对，它是脚刹。有人不喜欢这个啦，我其实我也不喜欢，因为熊熊哎不习惯。对啊，现在很多的电子刹车啊，这可能跟他们设计成本什么都有关系吧。我现在已经不太会去嫌人家的塑料感太重，因为我后来渐渐的发现，现在在造车，每台车塑料感都很重，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年代了。对，现在 plastic 泛滥的年代，全部都是塑胶的就对了。唯一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塑胶还是有分它的质感啊。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嘛，塑胶它的材质密度、柔软度，哦，那个都还是有分质感的差异性。不过一定你用眼睛看起来一定都是塑胶，即便车了一个假的缝线在上面，但是你还是很不难一眼就看出它是塑胶。你拍这个，啊，你看观众朋友看这一眼就觉得是塑胶，你绝对不会觉得这是皮，对吧？欸，你有没有觉得啊，它的这个，当然我知道这个跟所谓的防撞没有太大的关系啦，可是我还蛮直觉说，我觉得它的门板打开，它的整个总厚度啊，比起一般的车都做得来的薄。哎，好，只是这个我是觉得还蛮特别的。对，那第二个我觉得像它这边直接是防刮材质，有没有？我认真觉得啊，它这个应该要有一个类似这个橡胶类的软垫子，我觉得它的那个隔音会在进化。你看后面也是哦，它整块就是让这个地方，你看，而且这样有够松，我一踹它就掉了。它前面也是，哎，它这里竟然是这样倒钩的呢，看，它是很帅的设计呢哈。而且我觉得，虽然我刚坐前后，其实它的宽度是窄的啦，没有想象的宽，所以你如果三个人在一起，应该是会蛮挤。但我觉得这个应该这个 level 的集聚的车，应该很少有车子够宽的吧，应该都差不多吧。等下我看一下前面会不会晃。哦，这个好吧，我本来想说这个比较稳，好，其实也是一样，对。这应该就也是里面是那个 LUR 而已啦。还有一个，我觉得它的，哎，
我觉得其实这台车蛮好看，为什么很多人说这很丑啊？你看它这个整个这个后面这边有一个开始从这边延伸凸出来这个轮毂这边，我觉得接的还不错啊。哦，然后还有一个尾灯，哪里尾灯你卖青菜存那 HRV 啊，那叫个做几个三角形的哇，哎就奇怪，你细细一条就很漂亮了嘛，对不对？我要讲啊，现在下一个现在流行的，你把这个光条接起来，哇，看高级。对，高级感就出现了。现在 HRV 新的上市就改这样，现在流行啊，现在帕拉梅拉啦、Porsche 也有不？好，看那个 Lexus 哎 ，Lexus 也是啊，对吧？这个高级感就出现了啊。这个后面的防刮材质下面有做一个这个银色的烤漆，其实这嘛就很松松哦，很松。这里面应该没有铁吧？哦，有哎，我有摸到后面有内铁，还有内铁，可是这个就松松的。哎，你看真的，它连这里都写。卡罗拉 Cross， 他这次很有信心的把他的做在每个地方，哎，他以后干脆每个头枕都用烙印的，对啊，一不做二不休，对不对？跟他拼的全部都做啊，做多一点啊，他连这个护盖都有做卡罗拉 Cross， 哎，是我觉得那个上面那个名牌很丑，哎，这个哦，对啊，这个不对称啊，对啊，是不是因为不对称？我刚有发现这件事，他把这个拿掉就好了哦。我每次看到我都受不了。你也不是天秤座的，你都更受不了。设计科的看到那个不行，不对称啊，所以它应该全部缩小，适中，适中哦。对了，等你去遐上班啊，你才敢盖啊，看你有咋盖不？哎呦哦，我刚刚有发现一件事，我刚在拉它尾门的时候，我觉得它尾门特轻，哎，这真的蛮轻薄的。听声音其实就知道。哎，这真要有卡薄啦！哎，再强调一次，我们知道安全性跟钣金厚薄没有关系，可是这真的很轻啊！这看到薄、哦，这声音怎么这样？看其他不会吧？这不会啊，这有折线。哎，跑七千公里哦，原漆哦。Like new， 好，这边就还好，这边哎、欸，这边还好，这现在也在给我朱宗庆打击乐来呢。哎、欸，你看小拇指就好了，哎、欸，真的有软呢，靠腰啊。哎、欸，我不是真的要 diss 他啦，这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啊，你被冷塞哦。他除了共振声以外，还会有那个零件的那个，你帮我拉开，我看这里面东西没放好。我刚以为是这根呢，结果不是哎，这根在这，所以刚刚这边有一个那个金属共振的声音呢，还是这个要调高一点，就是它可以旋转，然后可以旋转高、旋转低，我把它转高看看。不过你看啊、哦、，Toyota 坐车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其实它会把整个散热的空间做得很足，它的那个引擎跟前面的一些水箱啊、风扇的，它的那个散热的空间是很大的、嗯。那你像一些，尤其是那种法系车、意大利车那种，整个都做的全部都挤在一起。那热全部一直在里面打滚，你散热就会不好，你知道吗？这跟人一样啊，狗也一样啊。狗为什么哈哈哈哈散热？你散热做好，人身体就 OK 嘛。好，我来盖起来看看那个锵锵锵共振声还有没有？哎、欸，还是有，还是有。不是啊，我们虽然没有要求说它很厚或什么，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啊。虽然它跟安全性没有太大关系，可是真的有时候我们花了钱买东西，我们当然不希望东西是这样啊。那我觉得。这个轮胎是稍嫌中规中矩，我觉得跟这个车体不太搭。这个车体它做出来是一种刚硬感嘛，可是它这个轮胎却配了一个像花瓣开花的铝圈，觉得太过柔和了。我觉得它应该要配一个比较刚硬的，或者这种双色切削，就很搭这个车子。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 ，Avia Mobile 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好，第一次试哦。2021年的 CC Corolla Cross， 这现在不知道我们缺车哈。你看这车已经出两年，我们才第一次买，因为它真的很贵，我以前都不想买那么贵。然后最近好像听说有缺车，所以我就报高一点，然后就买到了。买到的时候我有一点惶恐，我就想说我是不是报太高了。我先讲我第一个感受好不好？我第一句想说的话就是，先生，等一下，麻烦给五颗星。不是，这车有一个很烦的地方，就是真的卖太好，路上太多，然后真的你看到太多红牌子，它就是因为它。
可能也许 Toyota 的那个品牌定位就是太明显了，它的车就是问题就是不多，然后让你开起来就是很轻快，然后非常的好在市区里面穿梭，所有东西都中规中矩，即使它有缺点，绝对有人比它的缺点还要深刻，即使它有优点，那绝对也有其他人的优点比它还要鲜明，所以你永远开这车就是属于一种中规中矩的感觉，所以造成它就是深受很多这个职业驾驶人的喜爱。哦，轮毂的噪音蛮大的，我们家上海高速公路我时速只有70几公里而已，哦，后面轮毂声音好大，轰隆隆的，我们这一台才跑7000公里而已，哦，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可以用很接近新车的一个评测来下去做感受，后面轮毂真的很吵，然后当然我觉得它的整个加速的感觉跟刚刚在市区开的感觉其实也不愧是这个职业驾驶人的最爱，哦，就真的很轻快很好反应。欸，听说啦，我上次这个车一上架，哦，我就有一个粉丝朋友跟我说，正常来讲汽油到顶级款都不会有这个皮质方向盘，他跟我说他怀疑是前车主自己去撞的。那原本是什么塑胶？对，好像原本是塑胶的，不过他这个皮革也很细啊，很滑，虽然它已经改成皮革的，可是我觉得握感还是很塑胶。欸，可是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哦，北中南的各个经销其实他们的精装的版本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对这个东西我不会太意外啦，因为这个是在台湾工艺很强的东西，所以要加装我觉得都一点都不困难。然后它是这个半速域的嘛，30公里到180吧的那个对加黑痛嘛，哦，很轻快啊，你看哇，这吹起来，哎呦，欸，有没有 CVT 有没有，不过它这个 CVT 蛮有趣的是，它其实加速声音上听起来有重托感，但是你实际上它的动力输出没有那个 CVT 的重托感。对，其实它加速是有力的，140匹是不是？也还不错啊。台湾人都很喜欢这种东西，你看1800没有超过，税金就是跟1300的一样，开起来又有力，因为已经是这个集聚的最顶的CC 数了，哦，140匹，所以开起来还蛮舒服的。之前我们开那个 Fit 是120左右吧，所以你可想而知，到时候那个新的 HRV 有没有，应该也是差不多120左右吧。哎，我觉得这样好，以后这个我们很有机会试到一些像这种车嘛，有没有？那我们要怎么给观众朋友去区分当中的差异性？就是我什么时候是那种标准模式，什么时候是这个第十模式？哎，欸，你现在前面要上警语，有办法被告？有啊，现在都要上警语喽。对啊，已经被告喽，我跟你讲。啊，老硬哦，要拍影片讲话要小心，好不好？所以以后呢，我们就创一个新的温柔版，然后比如说老师推车改，或老师推车 EX。好不好？以后就节目上面区分，让观众朋友去分看看，说，哎，这两种节目上来介绍一台车有什么差异性？好，或者，哎，例如这个是有干爹的哦，可以吧？还是要陈大哥说车？你会很累啊。槟榔陈说车要不要？好，哎，这就市区很强的车子啦。然后我觉得操控蛮棒。哎，这是 TNGA 吗？对啊，这还不错啊。欸，我对 TNGA 是踩正面的那种呢评价呢，通通赞呢。不是，这个车真的不是它不好，你知道吗？我今天如果很想要无脑的做一件事情，例如说这个开做职业驾驶人的话，这个上班一定就是啊像机器人一样赚钱嘛，不太会放感情嘛。不行，你讲无脑车会被那个？为什么？车会被公干嘛？为什么？无脑是贬义词啊。不是，我说是不想用脑。你要讲清楚哦。哦，就这样没，就是你在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嘛，就像你在上班啊，作业员一样，你可能你在工作当中你会属于那种比较不想用头脑的时候啊，就是这种车啊，这种车开起来你就不用头脑。哎，其实爬山不错啊，很快呢，我没有踩很多呢，航东太太那造出九天仙女降落500英尺，为什么要跑出来？我。会有一点心虚啦。其实刚刚我本来是速度更快进弯，可是会让我不太敢用那个速度进去，所以我就减速了。应该是过得去，可是我心里会很怕怕的。它的牛的声音是有的，我们从声音里面也听得出它 CVT 那个重托感跟重托的声音。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起我开其他 CVT 的一个还不错的地方是，它的速度是有跟上来的。哦，它不是那种声音很大，然后 CVT 感很重，然后就哦叫得很大声，那速度
不成正比的感觉。所以我所谓的某品牌，我自己之前试过哦，影片上面放连结，因为有些人会说啊，每台车这个CC数，哪台车爬山没有牛叫声，一定都有。但问题来了嘛，再讲一次，牛有分品种，叫声有分不一样的声音嘛，这第一个，对不对？有的很粗哦，有的这个叫声你觉得不好听啊。那再来一个很重要的是说，没有错，每台车在加速重踩的时候一定会发出比较大引擎嘶吼的声音，但是呢，你的速度呢有没有跟声音成正比，这我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要表达的那个牛叫声不是说哦它不能引擎嘶吼，你速度有没有上来，但我现在开 CC 它是有的哦，它给你那个声音，但是它有给你那个速度。哎呀，那你知道怎么样把女生弄喷水吗？就是你那个啊，他喝水的时候讲笑话就好了。要不然你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没有，我没。啊，油耗哦，一公升平均14公里啊，我记得是市区11啊，然后高速17啊，大约是这样。哎，对啊，它过弯其实蛮灵敏的，方向盘也没有什么虚位。而且我跟你讲 ，Toyota 车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真的你开这个车，你不需要花费很多头脑，很棒，很轻松的一台车子。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你对这车不会有疑虑，你不会想说我开这车哪一天会不会亮个引擎灯哦，哪一天在哪里够咯哦，这个是真的，因为这个东西是这个历史脉络可循的哦，真的这个车给大家的这个信心感是比较十足的。而且我刚除了轮毂的噪声，其实风切声还不错哎。我们这个是17寸铝圈的啦，它好像油电的车款才有到配到18寸铝圈，而且要旗舰款，对不对？然后我觉得17寸铝圈很够用，也很刚好哦，有点晃是真的。好，它避震器过坑洞其实有余震的，没有那么干脆，没有那个干净利落感。可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在舒适跟这个过弯的一个抑制，侧倾的抑制当中，你必须要取得的一个平衡点，应该就是这个舒适取向、舒适设定的一个避震器，好吗？好，我现在过一下弯哦。糟糕，这可能会，这开山路会晕车哦。欸，会晃啊，真的会晃。这个开山路久，应该乘客会晕车，我觉得，我猜啦。如果是我，我应该会晕啦，因为我本来特别容易晕车。如果有载小朋友、家人、朋友容易晕车的话，可能这个考验驾驶技术了。欸，不过隔音真的不错啦，风切，今天风其实算有风欸。哦，然后它的 CVT 我觉得已经算蛮不错的 CVT 了，就是开起来的 CVT 感有比之前的前一代的，例如 Artis 啊，已经比较没有那么重的开 CVT 的感觉了。哦，而且它的这个模拟的这个换挡的衔接已经模拟的很像传统的自排的变速箱了，很轻快啊。但它开起来，虽然我们刚刚看那个门板很薄啊，很轻啊，可是开起来其实没有那个轻薄感，好开，这个车还蛮好开的车子。其实我之前一直不试这个车，我就觉得这车开起来一定就是这样，的确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我没有开过，我今天第一次开这个车，哎，好笑吧？我不知道我这个心态上面一直在抗拒什么东西，炒越热我就越不想拍。跟大家分享一下哈，2021年新车859,000，很多人问这产，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2021年等于大约是一年的车子第一年嘛，对不对？我觉得它的市面上的价格大概跟你的新车的定价大约差在15到20万，就是你这个车的产值，就是市面上这个车车行在收的产值。那为什么15至20万哈？听我娓娓道来，因为我们卖车无非就是要有利润在嘛。那基本上我是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折价是多少了？那依照往年的惯例，我的经验啊 ，Toyota 车一般他们的折扣约在3%到7%左右吧。好，它大约是在这个 range 啊。所以你在折扣过后呢，我们出来的售价又跟新车又要有一定的差距，好，消费者才会来选购我们的这台接近新车的二手车嘛。好，那我们现在的惯例就是你至少要差个10万以上，人家才有机会来买。你如果差个6万，差个8万，消费者有时候就差那一点点，我就买新的就好了，对不对？那当然有人觉得说，哦，只要差10万以上，我觉得好多哦，差8万我就觉得好多了。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你的这个自己的考量啦。好啦，反正当然这个差价回来，那车商再加上他的利润，好，最末端销售出去，给消费者觉得就是要有赚到的感觉，他才会买，好不好？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下次见，拜拜。Yeah. Okay. Rider.
抬着我的西西，摸着你的屁屁，啊，握着我的鸡鸡，让我当你的 baby， 对不对？也不错啊。哎、欸，有人跟我说他喜欢我那个特斯拉的那个 rap， 你特斯拉念什么？我都忘了。开着我的特斯拉，噔噔噔，绿绿的，这边的，没得得得得得了，忘记了，那么久哎、欸。我最近竟然收到这样的讯息哦，是最近收到的，最近收到的、啊，我自己都忘了 rap， 他跟我说他很喜欢，好不好？现在换西西，开着我的西西，握着我的鸡鸡，啊，不错不错不错，好，下次见。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 ，Avia， モバイル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